欢迎咱家乡亲，到继续来关心地方。原本只有伫嘉义民雄才有举办的大树叶文化季，现在是和第三镇的晋江市来合作，信大举办连续六天的文化祭典活动。今仔日县长林明进、立委柯淑华等人嘛特别到场送上扁仔，祈求祝福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献上大地牌匾来庆祝晋江市大树叶文化节活动，而且原本只有伫个嘉义民雄才有举办的大树叶文化节，现在是来甲第三镇的晋江市来合作，对九号开始来盛大展开。今年庚子年我们政觉寺在位于这市中心点哈，这个政觉寺已经在市中心点已经162年，我们首次举办大树叶文化祭，最主要就是推动咱大树叶的文化，啊，希望着大树叶文化哈，吼，更加侪过去哈。唔知影嘅人，好来了解。啊，咱嘛希望讲啊，吼，即个文化推动会用佫带动着咱市中心、德胜市中心嘅热闹。今日县长林明进、立法委员柯淑华等人，嘛特别到场送上牌匾，来祝福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平安。昨天啊，晚上啊，大概有30多万人呢来参观吼，这表示办得非常的成功。啊，因为观世音菩萨是咱一般民众的信仰啊，一个真正互咱尊敬的一个神吼。啊，伫遮祈求啊，即摆目前啊，这疫情啊。赶快哦来结束哦，那么去大公吼，来咱观世音菩萨呢，庇佑啊，咱德山定公所，加咱县政府吼，啊，这个关键的推动，大家真顺利哈。这次嘞，在咱管理委员会的用心之下嘞，嘛同时加咱的观音大师来接受，佮举办着三天的文化活动，这也当讲是真完整的将咱宗教的文化，佮咱地方的产业来做着真好的一个结合，啊，当讲伫咱第一天的时间，就真侪乡亲来。希望咱的社会乡亲时代，能够好好的把握剩下两天的机会，来这里向咱的观音大师来祈求、来祝寿，同时买蛋糕，和咱在七月份的时候，出一种非常的平安，啊，共同来欣赏着咱第三的水。文化节活动当中，除了各项的宗教活动和表演以外，还有加入第三地方特色的汉字料理活动，来和大家品尝。那这次也文化祭典，除了民雄之外，再来就只有竹山这边有办。我们把地方的一个产业，包括地瓜的一个文化。是排在第三天，到时候我们展现出地方的一个地瓜的一个伴手礼，以及一个料理的一个餐点，欢迎大家来竹山玩。晋江市大树叶文化节嘛，一定会来举办连续六天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机会来第三家汉字欣赏这传统的宗教文化。今日算差不多。